只是一张唱片而已，你不用专门请我吃饭配对的。不只是一张唱片，我们不仅要吃，而且一定要在这里吃。您刚跟初末吵完架，要不我们换个地方吧？就在这里吃。 你这个人呢，总是对别人彬彬有礼的，但是又刻意保持着距离。我觉得你对初末好像不太一样。别胡思乱想了，吃东西。服务生，先生，899，给哪边的小姐？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这是那边那位先生给你的，慢用。谢谢。 小姐，我送你酒是希望你喝的。谢谢，不过我现在在工作，工作时间不能喝酒。小姐，我敬别人酒还从来没有人敢不喝的。不好意思，我说了我在工作，麻烦您尊重一下我。 今天我是这的客人，所以这酒，你喝也得喝，不喝也得喝。行了吧。 再来一杯吧，杨小姐，你今天很累了，要不先早点回去吧。 这么简单的曲子，还敢拿出来弹，丢不丢人啊？就是，尽兴。你们在笑什么？笑我？你们知道它的作者是谁吗？莫扎特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。 这是他创作的第一首曲子，八岁的时候创作的。你八岁的时候会劝女生喝酒吗？还有你们这些有的人看到人家陷入麻烦，看到人家有危险，被人欺负的时候，只知道视而不见、漠不关心的人，你们有什么资格嘲笑这首曲子啊？嗯，说到八岁。 我八岁的时候在做什么？我八岁的时候喜欢过一个男生，他也和莫扎特一样，布灵布灵的，闪闪发光。可是后来我们见面的时候，他好像根本就不记得我。 根本就不认识我，杨小姐，你喝多了，我送你回去吧，好吗？我没事。等一下，他是我朋友，我送他回去。好，跟我走。
杨出没，下次再让我发现你喝那么多，别给我翻脸不认人啊！你为什么要总来这里吃饭啊？我觉得这边的饭好吃，怎么了？你管我？那我觉得酒好喝。哎哎，你走吧，我自己能回去。你怎么回去啊？睡大街啊？我开车送你回去。你不怕我吐你身上吗？ 你走得了吗你？走得了啊！哎，那你走。哎，你放我下来！别乱动！ 肯定是在做梦，你放我下来，你放我下来，能不能听话点？放我下来！啊，行行行行行，放我下！你又要干嘛呀？哎，你冷静点啊！ 杨初墨，做梦的时候不能怂。